我的梦想是把这个 hardware 做到每个人都可以买到，谁进来我都给到他这个 service， 一问到你没有这个五金的知识，我都可以供应你。嗨，我是 Ken， 然后我公司的名字是 ToolStop Hardware， 主要是专卖五金的这个 retail， 所以我们 mainly 是在于这个建筑材料的五金产品，大概有万多到两万多种。我们尽量给到顾客最合理的价钱， even though 你买一个或者是买多，我们都给一律 contractor 的价钱。我在这个五金的 retail 其实只有两年到三年的经验，所以我需要一个很全面的 system 来帮我经营这个公司。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如果你要永远都两公婆在一间店掌着店，还是你要有 systemized 的店。所以从那方面他又介绍这个 SMART-ACC 给我，说我只为了这间公司，他从 online 到 offline 他很全面化，然后在这个 market 他也比较久的历史。身为一个领导者，我们需要时时都知道公司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的营业额是多少，所以我经过我的手机那个 apps 都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营业额。在于这个 stock 方面，我很方便进货还有出货，我的员工也一目了然的看到我所 order 的东西。 Incut 这个 system 有使我们的营业额很大的提升。 Before 我们还没有 implement 这个 system 在我们的店的时候，我们的营业额一直没有起色。当我把这个 system 带入了我们的公司，有使我们的营业额每个月增加20%到30%的销量。我十年以后的目标呢，我是希望把我的店开到一个好像这个五金的 warehouse， from A to Z， 从一万多两万多样的这个产品变十万一万多一百万的产品都在我的店里面销售。 So 这个就是我公司的最终目标。